大家好，欢迎回来钓鱼之旅，我是卡凤。Hello， 我是南极虾。今天利用周末的尾端来这个蝙蝠洞钓黄鲲一波，但是都没有看到蝙蝠，倒是有一堆蜻蜓，好奇怪啊，为什么？改叫做蜻蜓洞了。哦，对。想要钓一些雀雕，然后其实想钓臭肚。啊、哦。那看能不能有意外的爆线之类的。好，继续看下去。臭肚，我想要喝臭肚汤。今天钓练饵跟小南极虾，钩子用的不会太大，小小的而已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好，加油！我的天空有数千只蜻蜓吧，超多的 ，Oh my god！ 希望他们不要乱大便。今天挑了一个台风午后，下午大概三四点的时间来东北角这边试试看。想说可以钓一些小臭肚啊，或者是搞卡，十指手痒。注意看，好干，哎呦！用的钓组是阿达里。送鱼了，来了！啊，这个鱼是利仔鱼，鲢啊，钓到一只小鲢啊，拉回去。用的钩子很小，你看，我大概只用小非常小的钩子，用 S 号南极虾。好干，目前三干动三尾，哎、欸，又动了，哎呀，掉下去，所以啊，听说最近都会有那个拖鞋的臭肚，所以是我来想来试的原因，但有靠没靠很重要啦，有靠比较好，有靠才会咬。搞卡！大概三指而已，偏小，雀雕，偏小的雀雕。雀雕，嗯，不要臭肚，还没有出现啊。没关系，再等一下。应该是鹰哥啊，我钓那个红饵练饵，然后被拉开了，钩子被拉开了，好可惜啊！哇，这边也有抽 A 啊，加油加油！可惜可惜，赶快重放，赶快重放。
OK， 抱歉，之后再来一杆。希望太细了，我用 1.5 而已，钩子有点小，掉抽度。遇到这种没辙，感觉像是毛类或者是鹰哥之类的。哇！小猪哥，哈哈，在这里钓小猪哥，恭喜你钓到黑猪哥啦！恭喜你，小刚刚那一只应该是比较大的猪哥，对，假的啊！啊，这个小猪它其实拉力很强，不好吃，因为很多藻味。哦，好，大家回去啦，加油哦！打一勺再进的，把小鱼诱进来，然后丢出去之后再一勺去跟我的阿波。可惜呀。好多彩色鱼哦。对啊，诱饵下去会有看到很多各种的鱼，其中有几只比较大的在下面绕来绕去。啊，但没有到很大，但巴掌大一些些。这边确实蛮大的，都有3到10只，真的。太黑了，比较有机会有大鱼，像是鹰哥、猪哥比较有机会来咬，因为小鱼会慢慢的先躲起来了，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小鱼的到了，慢慢的没有了。
送鱼哦，送鱼啊！哇，今天钓了很多这种三指到四指之间的雀鲷，如果有带鱼的话，几乎可以煮一碗汤了。哎。大只的哦，雀鲷啊，好大只哦，五指，哇，给你们看一下这只雀鲷，好大只啊，五根手指头大小啊，这个雀鲷有够肥，雀鲷之王哎。这样子，等下下去吧。中，大师中。哇，这里的雀鲷都很大，越玩越大只。你看，都四五指，这个超级好吃啊，小虾。之前吃过一次完全爱上，你们如果自己有带手竿就可以在这里沿岸钓，最近的雀鲷很大只，好肥啊，今天来到蝙蝠洞这边，意外收获了很多大的稿咖，还钓到了一只小猪蝶啊，还有一只被爆线的，蛮意外的，因为这个季节八月多的雀鲷居然都有巴掌大，甚至巴掌大一些，今天钓了快20只，可是今天没有带鱼，不然带回去给小虾，它应该会非常的想要吃这个东西。好了，明天又要开始上班了，天气很好，快钓鱼，拜拜。